儿子，你的城堡做好了，那就让我插上红旗吧。太棒了，谢谢爸爸为我做的城堡。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，而我的爸爸从来不陪我。我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真是太好玩了。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才陪我呢？我爸爸肯定是不爱我了。壮壮，你在这里干嘛呀？爸爸下班来找你了。哎呀，原来是爸爸来了。爸爸，你看这是我画你的样子。真是太棒了，乖孩子，你看爸爸还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。哇塞，竟然是我最爱的甜甜圈。小宝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哇塞，爸爸你快看，这里有好玩的旋转木马。我的爸爸呢？我的爸爸哪里去了？爸爸你在哪里呀？我的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咦，这个是不是我爸爸呀？很有可能是爸爸正在买棉花糖给我，那真是太棒了，让我偷偷吓一吓他。是谁呀？吓我一大跳。原来不是爸爸呀。小朋友，你找不到爸爸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哇塞，这里有棉花糖，妈妈，我想要吃棉花糖。小朋友，给你这个最大的吧。好的，谢谢叔叔，我现在好高兴呀，谢谢妈妈。我的爸爸在哪里呢？咦，爸爸你跑哪里去了？我找不到你。爸爸只是去给你买棉花糖了。真的吗？谢谢爸爸。爸爸，你买的甜甜圈真是太好吃了。嘿嘿，看到了一个美味的甜甜圈。我的甜甜圈呢？爸爸，我的甜甜圈不见了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让爸爸用放大镜来找找看。这里出现了一些脚印，我想应该是小偷留下的。我的肚子好饿呀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儿子，爸爸回来了，你看爸爸给你带来了甜甜圈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谢谢爸爸。嘿嘿，那真是太棒了。嘿、hey, 你们竟然偷吃我的甜甜圈。偷东西是不对的哦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的小孩肚子太饿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一块也给你吧。爸爸你看，哥哥又给我一块甜甜圈了。快起来吧，你是一位伟大的爸爸。爸爸你也尝一尝吧，甜甜圈很好吃的。爸爸我永远爱你。